哎、欸，哇！一出来他直接，再一次，这真的好难哦。我们要猜他位置在哪里？下面。好，太好了，结束。那我们应该收集完成了。正确地方奉上贡品。嗯，那我们要放哪里啊？哎、欸，那我们要把贡品放哪里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就一个一个放回去吧。出发。啊！他错了。因为我们所有牌都拿到了，好，好乱的感觉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还好啊，就应该放啊，又来了。在上面，只是我觉得频率太高，如果可以低一点的话，不过调很简单应该就很容易了。简单我觉得是次数变少，好，放这里。这几点啊？哇，这几点？完蛋了，这四只牌吧。应该四支牌吧，应该四在这里吧，然后右边这应该三支牌，上面是一支牌，哎、欸，太好，这没有，这三支牌，好，三支牌，那上面应该是一支牌。不管，我们就冲。对，猜对了。我，有没有跟上啊？好，太好了，这是一支牌。好，那我们三个牌子放了，那剩下左边。这很难欸，这难度超高，可蛮有挑战性的。再是八跟十，那我们先去放八。无视他，无视他，无视他。哇，我卡住了。放八。我应该没有放错吧？放错我崩溃耶！哇，我卡住！我就是要让他跟上我，可他好像在中间的样子。嗯，他怎么会这样就跟上我呢？手上面先好了。就有办法让他卡住吗？好像没有办法让他卡住的样子。好，太好了。这是十支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剩下一个，先存档吧。好生气哦，这个好难哦。应该是往右边冲。
哇，今天解这个谜题解了快一个小时。啊，差点。对，往右边冲，他是从左边伸出来的。嗯，是往右边吗？还是我在这边先把它解决掉好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时间不够。好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完成。应该都放对吧？好，放上去了。发生叮一声。那应该我们都顺利的把所有的牌啊，哇，我存错了，把所有牌子都放上去了。那应该不会有怪物来闹我了。我们去拿我们的奖品吧，应该有一些东西吧。没有，道路被打开了，道路，啊，我的道路被封起来才对，哪有打开？这里，哦，回家的路，那个水桶。我要回家了。点点，街道果然和平常不太一样。虽然这里平时一直又暗，走的人又少，可是现在别说是外人，连家里都感觉不到别人的气息。也许你被打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不，现在还断言太早了。便利店看的话，那应该有人在吧？便利店在回家的路上。正好顺便去一下，对啊，遇到那些事情啊，躲到发光的便利商店里是最好的。平时去的学校，今天不用上学。啊，还会有来哦。嗯，他哪里啊？他不会追我。哦哦哦哦哦！他追我了。好，这次是三次。啊，是怎样？感觉他绕欸，哇！无视他好了，便利店找到了。哎，你在便利店里面等我。OK。啊，好。可以回去改难易度吗？算了，反正都进来了。好，便利商店，清洁用的橡胶手套，拿手套吧。一堆食物，得到小钥匙，这什么小钥匙？在便利商店得到用途不明的钥匙。有面包。哇，给我钥匙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开什么。好，我们得到了橡胶手套跟钥匙。我该不会一直玩这个游戏需要一直碰到那个怪物吧？你看，果然，这里，这钥匙可以开吗？施工危险，非常脏的看板。一片黢黑，用手电筒照也没有用，什么都听不到，显示故障中。钥匙，哦，这里啦。OK， 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
哦，又来了，而且这个竟然是，叫扣一声，死胡同，完蛋了，我不能动哎。完全不能动哎！点点，哦，看到一个黑影了，太好了，总算看到东西了。点点，点点，得救了吗？得救了吗？太好了，得救了！右上角有什么东西？好，看一下吧。看这里有什么可以用？铁管掉到地上，稍微有点生锈，但强度非常的好。拿走吧，全拿全拿，看到什么都拿。上面有张纸条，哎，这里不是垃圾场，请不要在这里丢垃圾。你要把门关好啊，这样子就可以进来了。好，我们得到一个铁管，刺红色的东西紧紧的粘着，该不是血吧？得到一个铁管，铁管干嘛？危险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终于到这里了，家的尽头在最深处。公园，绿绿公园，一直在想是谁取了这么没有品味的名字？绿绿公园是什么啊？超烂！我看一下公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哦，这边可以进来哦。哇，这公园什么都没有，欸，真的什么都没有欸，好烂的公园哦！起码给我一个东西吧，只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绿绿公园，什么都没有。家在最深处，这里吗？好，这是我家，好破烂哦。点点，爸爸跟妈妈果然都不在吗？总之，先开门吧，还我带钥匙。怎么会？不见了，钥匙不见了！哇，到底丢在哪里了？明明为了防止弄丢，还加了铃铛才是。铃声。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。哇，我们要去拿东西。哎，我们要回去了啦！我们要回去找钥匙。可以用电脑看了，恭喜你！啊，小钥匙，天啊，是找钥匙游戏吗？不过那只怪物好像不会再攻击我了。的确，应该是这里来着。没有，到底去哪里了？被捡走了吗？我要找是不是？哎，我要找还是要做什么啊？他这样子，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哎，是要回去找吗？都没有，那应该出去吧？哇，也没有触发剧情，完了。哦，听到我铃铛声音了，铃声，在这个公园里，可以听到吗？铃声，有人在玩我的东西，哦，越来越大声了，这个声音并未的游戏吗？越来越大声，应该在这附近。
诶。要连点诶，搞不好可以瞬间找到。诶，这附近好大声。有什么掉出来了？得到家的钥匙，哦，太难了吧，这个。好，我们得到家里钥匙了。又来了。好，看他好像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了。哦，有人。存档存档。诶，他是那个剑界，点点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，加奈？大家都非常担心你诶。救我！虽然不是很明白发生什么事，总之先回家再说吧。救我！救救我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原谅我！救！啊，剑剑，你之前到底去哪里了？漆黑的地方，被关起来，好寂寞，好可怕，好黑，好可怕！不要，快点，想回去。啊，不要，还没有，不要，不要，救救我！哦，那个人把我玩具，把当成玩具了吗？剑剑，哦。境界消失了，刚刚到底是什么？先回家再说吧。啊，不回家，不回家。哇，不回家，不回家是还有事情吗？要发生吗？公园里还有东西吗？看一次，没有剧情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回家吧。我回来了。虽然知道父母现在都不在家，但还是习惯性的这么说。家中一片漆黑，电灯，电灯的开关，哦，为什么来了？那家伙跟到家里来了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避开了已经在眼前的那个家伙，冲入了附近的房间。怎么可能？两个人，哎。我立刻拿起刚刚起就握在手里的铁罐，向那家伙砸去。看起来像是有实体，那家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，当场崩溃了。不过要给他最后一击，光靠这个还不够。不好，背后又来了一只，哦，不止一个哦。我再一次冲入黑暗之中，那家伙一边发出尖锐的笑声，一边向我抓来。我比他更早一步冲进了厨房的门。就这样，我扑向厨架，将一把菜刀握在手中。砍！砍！哇，该不会杀了爸妈之类的吧？一直砍！手扶着墙上。总算止住了踉跄的脚步，用颤抖的手摸着房间电灯的开关。真的，我杀了爸妈？爸爸妈妈？果然我杀人了。冲出家外，在外面也有帮家伙。我找了多少个，多少只鬼？那帮家伙一见到我就马上袭击过来。于是，我从一侧杀起，但是鬼还是源源不断的出现，好多好多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那些鬼们把闪着光亮、如同鲜血般刺红的眼睛转向我。所有鬼都用可怕的眼神紧盯着我，满是流露出要杀掉我的欲望。
恐怖的眼神紧紧包围了我，又砍了一只鬼，又有鲜红色的血四射进出，四散飞舞的红色雨滴染红了我的脸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那些恶鬼，这也是，那也是，那正是非常可怕的恶鬼之恋。啊！看玩出一个坏结局了。嗯，我还可以走欸。这应该是坏结局啦，我们应该要去拿拖把的。他是变一个人吗？我没有，我觉得他没有变，是他那些鬼的一些意念跑到他的脑袋里，让他看到的都是鬼。我已经这样做了哦，鬼机大人，把村子里的家伙们全都这样一来，鬼就没有了。这是第一个结局，沾满鲜血的恶魔，就是我，我是恶魔。他这里问我要不要回家，那我选择不回家。嗯，可能有东西在外面要拿，或者是怎样的。负感觉就已经结束了，没东西。拿拖把吗？太麻烦了，还是不能拿拖把。哇，那我就只能回家吗？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，如果没有就真的只能回家欸。他叫我救救他。哎，可以回来哎！打不开，门已经很古旧了。如果用蛮力的话，说不定能打开。对啊，如果用钢管的话，好，先不要，我先存档。这里啦是支点，那负是什么东西啊？直接破坏掉那个门。嗯，不好，被什么东西绊倒了，手电筒掉了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得快点找到。嗯，手被什么东西捆住了，哇！哎，手腕。手腕，哦，其实我们刚刚也太冲动了哈，直接冲入了这个有点像他的家一样的感觉，超冲动的。发生了什么呢？不太明白。不过无论手还是脚，就连身体的感觉都消失了，只有无尽的寒冷、冰冷，无法动弹。啊。好像有张微笑的脸庞在向我靠近，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开心呢？那家伙拿我当玩具，剑戒啊，对了，一定是我也和剑戒一样了。鬼姬大人，鬼姬，哇，我也被变成玩具了。这第二个结局，鬼的玩物，